Several sources report that CyberLife has provided Detroit police with a prototype detective android. Although police assistant androids have existed for several years now, this would be the first case of an android being authorized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We contacted CyberLife for comment, but no longer.色情游戏攻杀。这代表啥？Change? Just like.要找线索。找出这个涂鸦太难了吧？这是一个人旁边有一个机佛。下一个涂鸦，机佛在哪嘞？不跟我讲话吗？哎、欸，哎、欸，仿生人逃亡，逃亡机器造成康登区恐慌，仿生人太空人将探索木卫星一，哇，太神了吧！啊靠！要按错，这好容易滑错、哦。没有回收组员的计划，太残忍了。所以木星人就是这样出来的吗？找出涂鸦，安安，妹妹，顶过去。Do you know where Jericho is? 杰利哥，他不理我哎、欸。NPC 都这样，问错话就不理人了。手中的东西在更新线索，
these. 这不是红灯吗？ 红灯行，绿灯停。 You hear about that artist calling? Yeah, good. 找到下一个涂鸦。 地图边界，标的哦，会啊会啊。 主要是龙宗在弄的，他很辛苦，大家感谢龙宗。他在一个电线杆，老态龙宗。 慢跑的，你是看完辉哥水管才来订阅的。 他如果走到附近，他会提示吗？不会是啊，我要自己按哦。我靠，那不是一堆人在那边卡关？你说我要这样按是吧？
拟慢跑哎、欸。一个机器人，四个机器人。干，怎么难找啊？到那边吗？哦，靠呀！奇怪，是木托是不是？我是木托吗？你们都看到了吗？等一下，我可以放弃吗？吃一堆一堆不知道在那边装懂，明明就是要把这个搬开好吗？这我也看到吼，刚刚就没办法按吼。刚刚那些说出来的都是装懂的。要说进来才是真的懂的哦，没有说进来都是装懂啊。一个人的耳朵，人的耳朵，人的耳朵。想办法抵达屋顶。
啊，完美。嘿，太神了吧！卡口，哼 ！QTE 达人要再次登场了。用右操作杆选择一条路线。所以他要我从这边跑，跳到这边抓住，这有什么困难呢？等一下。不够稳固，来来来，我跟你讲，完全懂，没有错，注意啦，不够稳固，我跟你讲，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一切都在掌握中。卡口，卡口，我跟死去，信仰之药。一切都在掌握之中。这啥？破房子。它应该有很多选项吧。从这里，好，不够稳固。好，看来这边是确定不行了，走左边看看。
应该有别的吧。他走这条路哎、欸，所以这里也不行啊。还有别条路吗？走这两条路。白色是对的，红色是错的。干，怎么变跑酷游戏了？太高，不知道他这个线索是什么，等等应该会讲。三应该很多没有看过的人都跟我一样，不知道为什么要找这个线索。拿船只，我是有少一个，我是有少一个线索啊。我怎么觉得我少看一个符号、啊？
戴耳机被吓到。哎，等一下，啊，不行，耳机上。惧高症吗？武器是吧 ？Shake, shake, shake. 堪乐船只。会不会有东西跑出来？好紧张哦！哎呦，会不会有东西跑出来啊？差不多，这个岔路。跑过去而已，又没男的。不要怕，女的哦。为什么转不开？我是没吃饭。怎么样？哎、欸，怎么样？看，我是没吃饭，为什么？啊啊！看。太黑了吧，往回走好了，吓死人了！干，锁起来哦，塞你老师！
怕、啊，仿生人不会痛啊。Welcome to Jericho. Wow, 我好猛哦！有缺什么吗？是吧？跨过缝隙，这个地方没有开到。上面这边有个东西没开到。仿生人逃亡，仿生人太空人，少读一个东西。